SDM 每年一度的周年汇演就快到了。上年我要高飞的汇演中，近千名的学员舞出自信，才艺相传，而老师的表演环节里面也都十分精彩，整个汇演掌声不断，台下的观众还大叫 Encore 啊。院监、院长、编舞总监对学员在每一个的表演环节里面都不断鼓励和支持。我们还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为嘉宾，齐来欣赏 SDM 这个盛事，当中有刘心佑小姐、关心妍小姐、博爱主席和多位总理、学校校长及商界总裁等等。同台演出更有 Liz、 刘美娟，而精伟更以 Miss Star 的角色合演得十分专业。今年 SDM 2013年的周年汇演定于8月17、18演出，很荣幸地能够在演艺学院举行。学院拥有富丽堂皇的舞台，设备完善的灯光和音响，能够踏足这个舞台上面演出，实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今年的 SDM 周年汇演 So I Think I Can Dance 预埋你啦！